日商爱民网络游戏在台湾走过四个年头，积极致力于精进游戏产业，带来像是《剑与魔法王国》及《圣骑之王》等许多脍炙人口的热门游戏。而今天公司特地庆祝乔迁之喜，命由远自日本的总公司执行长锥叶忠志及台湾分公司总经理平田尚武协力主持，宣布扩大在台投资之外，并赞助培训电竞团队 Detonata， 今后在台湾将会注入更多的心力与资源，同时也宣布成立爱民教育训练中心，推广台湾相关游戏产业的人才。大家好，我是就是日上爱民网络游戏的那个平田。大家应该就知道就是《剑与魔法》这个游戏嘛，然后就之后就我们台湾这边公司这边的那个这边网络游戏公司，也许就是独立开发，所以就很期待，今很期待，谢谢。想知道更多电玩相关资讯，别忘了订阅电玩宅速配的频道喽。